家好，我是 W。好，又是他，又是他，他又来了。他是谁？他就是我们的号令天下。又是你呀、真的每次都看到他哎，几乎我每个星期都看到他出来哎，这个号令天下。哎呀，这个号令天下每次出来呀、那些土豪就会拼命的砸钱下去啊，真的很夸张啊。好，我们的商店又更新了，更新了什么呢？更新了我们的新的精兵服啊。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的精兵服呢。第一个，那就是我们的落子天下，对后排造成224%，然后中毒，然后增加命中率30%，然后同时恢复状态补血，持续两回合。哦，不错不错，来让我们看看他的动画。落子天下，落子天下，哦，好帅啊！就像天空下了一道又一道的雷呀、超帅的。落子天下，好，这是魏国的，他的觉醒条件魏国。好，让我们看看第二个精兵服，那就是魔什么乘风啊，怎么读啊这个字。我们就叫他木鸟乘风吧。好，对敌方生命最高单位周围啊，造成208%的伤害，释放时如果高于50%，另外造成120%伤害。当我方哦，增加20%伤害增加哎，原来这是加伤害的啊。然后之后还可以再加我们的格挡率30%。好，让我们看看它的动画。木鸟什么什么乘风啊，再听一次。万里乘风，万里乘风啊，不是木什么鸟乘风吗？万里乘风，你以为我不会看中文啊，那明明就读木嘛，第一个字什么万啊，万里，万里乘风什么鬼啊。我虽然是马来西亚人啊，可是我还是会看中文字的好吗，官方。好，不管了。第三个精兵服，那就是我们的霸王横江。好，对生命百分比最低的两个单位造成293%伤害，本次攻击有30%额外的暴击率，还有暴击强度，同时可以增加全体暴击38%，然后释放时生命低目标低于50%，则额外造成128%伤害。哦，这个合击厉害啊，这个合击就是打残血的啊。我们打架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就是要打死对方啊，越早打死越好啊，这个就是打两个残血的啊。哇，这个根本就是 PVP 的神合击啊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动画是如何的呢。霸王横江，你说什么啊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横江踏浪啊，我靠，官方啊，你不要欺负我啊，你错一次就好了，错第二次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说一次。靠，明明就是霸王横江啊，什么鬼啊，官方啊，你会不会中文啊？官方，你讲一套做一套啊，太欺负人了。好，算了，还有我们的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合击，那就是我们的紫霄天劫。好，紫霄天劫也是对攻击力最高的周围单位造成208%的伤害，然后还使他的抗暴率降低30%，然后还可以哦75%几率对
目标造成128%的伤害，然后使我放血地闪避率提升20%。嗯，这是提高闪避率的啊。嗯，听起来不怎么地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动画是如何的指销。我靠，什么啊，什么酒啊，你说什么九重天雷，什么九重天雷啊，官方官方所谓事不过三，你已经错了三次了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，我的天啊，明明是紫霄天劫啊，什么九重天雷啊，哇老喂，什么鬼啊，你官方你最好把它改成紫霄天劫哦，不然我就九重天雷我也不能怎样啊。哈哈哈哈，好，算了，讲一套做一套啊，官方。好，看完了所有动画了，好，看完了四个新的精兵服，我觉得最厉害的精兵服那就是我们的霸王横枪。为什么啊，为什么，因为啊，因为主要这个精兵服啊是打残血的啊，打架最重要就是要赶紧把对方给打死啊，所以打残血意味着就是可以赶快的把对方打死。所以如果要我推荐给土豪，那就是买爆我们的霸王横枪，虽然它的名字和动画不一样。横枪踏浪，我的天哪，货不对版啊。好，我们下来买我们的棋子啦。好，棋子照样最大，5000元宝没问题，50个，然后还可以领取，好，领啊，零零零零零零零，我零我零我零零零零零零不停，零不停，哇，好多啊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好，呜，领完了，好，再来疯狂提升我的兵力。喂，看能不能直接提到地等级五。好，再来，好，最后一个。金色的棋子，好，没了，哎，怎么那么少？好，领取我们的箱子，出征啊，有什么呢？好，现在来买我们的金兵服啦，要买什么好呢？买我们的落子天下。因为我玩的是魏国啊，所以我只可以买这个。错了，不是因为我只有魏国的武将我才可以买这个裸子天下，是因为他帅啊。让我们再看看他的动画。裸子天下，多帅啊，从天上劈下很多道雷啊。好，就是你了。好，让我们买下来。好，25个功勋，好，最大，6个就是60片，60片也买不到，哎，要100片不是吗？你这里写100片，靠，不够哎，怎么办？好，没事，各位，因为这个号令天下哦，它真的是好像每一个星期都有哎，所以我们就等。下个星期再买好了，我们来买普通的。好，我们来买，照样我们的，哎，红宝碎片选择箱。好，再来买我们的老顾客，极品零售单。好，全买，没问题。好，还有什么？还有。培养单也是最大。好，还有一样这个神兵锻造石。好，买完了元宝，不能
不划算。好，好，没了。官方啊，怎么你新推出的合集，讲一套做一套啊？名字跟声音都不一样哎，能不能改一下？你欺骗了我的感情啊，官方！我不管，我要补偿！大家跟着我一起喊，补偿，补偿，补偿！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。如果喜欢，就订阅、按个赞、分享、留言。就这样，讲一套做一套的官方，大家再见。